港星谢霆锋近期出演电影《怒火蔓延》，时隔12年再次与刘德华合作，引发影迷们的期待。近日该片正式开机，在香港中环进行拍摄，有不少网友晒出了现场照片，也随之曝光了谢霆锋的新造型。当天他身穿酒红色背心，搭配休闲长裤，蓄着一头长卷发，看起来帅气十足。此外，他为了角色需要，在双手手臂上贴满了纹身，十分引人注目。手持重机枪拍戏的模样简直酷毙了，网络上还流出了翻车、爆破桥段的场面。刺激的剧情性大批路人围观，而谢霆锋也在拍摄期间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，对于作品相当认真。一系列路透照曝光后，网友们也纷纷惊呼谢霆锋已经40多岁了，怎么还能这么帅。还有人搞笑表示，虽然这个造型像流浪汉，但却是很帅的流浪汉呢。